肯尼是强势回归，回归，回归，回归。紧急报告，男子面临单打，第一名洪明哲，第二名杨介丹，第三名刘宇杰，第五名陈俊吉，请至比赛入口旁领奖。13:15的赛程，一级粉刷，简俊宪、陈碧云、赵秋英、赵崇志，简俊宪、陈碧云、赵秋英、赵崇志，请至第五场地准备出赛。
13:30的赛。